梁洛施街头突点不逃干现行。话说梁洛施周二突然现身台北，宣告复出拍片，隔天就被苹果狙击，变了短发，换了模样，还在台湾特别放松啊，放松到。这招洛施 Brawless 来的突然，加上那凶器，算是 A minus 等级。是小的呗，是拖的那么不起眼，连配备有火眼金睛的狗仔都没垮掉。虽然他本来就不走胸怀大志路线，但到底替李泽楷生下了三个孩子。不逃趁收拾，我一定回来。或许因为在加拿大住惯了，没穿 bra 鸡兔都么毫不扭捏。我一定回来。哎，国宝美女林青霞也曾鸡兔逛街的机会难得，顺道来盘点鸡兔旅行。比较不爱穿 bra， 鸡兔是比较常见。但涂了成正字招牌的就是小布前妻珍妮佛·安妮斯顿。Oh, yeah, baby, I'll show you how we do it. No, you need me in my masters. What? 他在成名作《六人行》就常大放送，不管人是实地物，突点成性。Hours you're gonna see red hot performances from Celine Dion. 连颁奖典礼都涂给你看。Wearing these. Ew, what are those? Fake nipples. 欲望城市三班子有教，鸡兔强劲绝对有效。还真有香港小模身体力行哦，看闪光灯闪成这样就知道好个美败啦。当然在咱宝岛，专业 model 比较常鸡兔，名模林伟如就常兔。渐渐美的王丽尔也有，还有瑞莎，哦 ，stay over 啦。那梁洛施脱的这么不明显，也算是少见了。听闻了 online 微微奇谈报道。